Hello，老师们好啊、然后杜子健老师好，然后谢谢老师好。为什么要先问候他？他是我粉丝，你不服啊？哦，终于对，然后图雷老师好啊、哦，没事。对于杜子健老师的粉丝，我都会特别对待。啊，好嘞，我明白，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小心一点，他在恐吓你。嗯。完了，吓到我，真的吓到我了。然后老师们好，我叫李宇哲，然后来自天津，然后今年是28岁，然后毕业于大连艺术学院，然后曾经有10年的影视拍摄和表演的经历，然后有5年多吧，然后娱乐主播的经历，大概就是这样。啊，做哪个平台的主播？之前在做映客、啊、火山，对，然后加在一起小5年吧。映客算是比较早的了。对对对。但现在好像都。比较萧条了。对，因为我是头一批啊。你在映客做直播的时候成绩怎么样？还算过得去吧。一天最高的打赏收入多少？16万。可是很好啦，16万。那我问一下，你年终比赛一般打到前100名吗？没有，因为10打10来说那阵比较小，然后就是玩心会比较重一些。然后那阵、啊、你播什么呢？娱乐，脱口秀。因为那阵我另外一个身份是演员，然后会接通告拍戏，然后就是然后正常直播的话就是、一边拍戏一边直播。对，然后其实来说直播的时间会比较少，所以你这种组合还挺科学的。因为演电影未必能填饱肚子。对，没毛病。所以直播来补充收入，没毛病。所以你在直播在那个演电影的过程当中都演过哪些作品？像山西公安局的禁毒宣传片，它是一个央6的电影、然后只在山西这个当地的院线上了，然后在咱们中央6也上了。右边这一张，然后下边这2张。警察看着挺好哎。下一页。这是当时在映客的直播，然后就是那阵可能是时候感的比较好，然后反正一上播的时候能在热门待个半小时就热一。对啊，你第二个是火山呢，你火山趴在那里呢。对，我最多的时候收过连着收10多个。其实你有演艺经历，对，对吧？也有直播经历，对对对，也算是演艺圈里的老人了。虽然28岁，对吧？那你到底更倾向于荧幕呢，还是手机屏幕呢？其实来说，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那可不一样。其实来说差不多。那像杜子健老师现在在做的抖音，那抖音呢现在导流的话你只能从视频里边，然后像我的那个资料上面会写的就是最近都停播了。停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的视频做的不是特别好，流量就下来了。对，所以我说这个演绎啊表演啊或者拍戏啊跟这个直播其实挺搭嘎的一个东西。映客的创始人冯佑生是我同学啊。对，我想问一下你在映客直播的时候和这个网友互动的多吗？非常多。就是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互动是说些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好多人问过我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让我就是表现出来。我说那你只能来我直播间去看。为什么这个表演不了？今天是个求职现场，我没有机会在你直播间。我知道，我都 OK， 就你们跟我聊吧，那咱就开始。但是就是得就是咱们有输出的这种。对，他的意思就是互动，他单口不行。对，必须得给他提问题，给他口啊，他才能给你回。我才能往下接。对，这样吧，唱个歌，我看你长这么帅，唱歌，然后一会儿给你刷法拉利。好 ，OK， 可以，那不是下一个环节吗？怎么这么着急呢？要给他唱歌，不要你。我昨天晚上我你们都停一下，不要打架啊！没有刷礼物的就不要说话了啊。欢迎咱们现在进来直播间的大哥大姐啊！喜欢触摸器点屏幕左上角的关注，右下角有分享啊，有小礼物的往上上一上。来，咱们大哥大姐们给1号麦的大哥点关注，1号麦的大哥给2号麦的大哥点关注，3号麦给4号麦去点关注。希望大家不要退出我的直播间。然后我也特别纳闷，当时我就，我有一次我真的看了，但这个就有人看，我真的看了半小时，我也真的看了半小时，我就说，有什么看的？真的这个东西。在这儿问你一个相对于专业化的问题。嗯，你也说了无聊嘛，对不对？啊，对啊。就是其实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非常无聊的，但为什么就有人在那儿发呆就发个半个多小时？你觉得是为什么？还要看别人睡觉的，就特无聊。等，就想在等那一刹那吧。你觉得要把直播越做越好啊？对，需要怎么做？视频啊一部分，然后直播内容是一部分，然后还有更多的知识来储备自己。要学习。对，
那你也给你自己规划一下吧，因为你还有两年就到三十了嘛。嗯，我相信你肯定也是给自己有一个目标跟方向，不只是局限在一个主播上和表演吧。我现在28岁，然后我其实来说，会做什么的话，拍戏，直播，然后懂直播的这套流程幕后，对。就是说你准备让你的那个部分啊是增粉呢、还是圈层啊还是变现啊、你在直觉回答中间其实是散的，就是你没有一个策略跟攻略吗？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对啊老师，所以是我今天来到这儿然后来找杜老师的一个原因。我是一个主播，我不是一个运营啊、我是一个主播，我不是一个运营。一个成功的主播背后他需要有一个像杜老师一样的运营啊，差不多可以了。来，你来面试什么岗位？面试的岗位就是杜老师的直播主播。主播？对，娱乐播和这个带货主播。但是要求薪资多少？我那里秀场播没有，我们那不做现场、只做带货播。要求薪资多少？其实我当时填表的时候，就是想填的薪资是无所谓。必须说。我知道，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杜老师现在给我10000块钱的保底。对。我懂。对。我可能都拿不走。对，你明白了，杜老师给的越高，在座的人越多，那就降低一下，就生活保障吧，4000、5000都可以。4000，这儿写的是8000+。我知道那个是，那随便写的。因为我对主播这块不是很专业，但是我看过一些，我觉得你的这个整个的演绎特别好。明白，期待你后面的表现。谢谢。第一轮选择曲口令。还有五盏灯，天生我有才，挺棒的。看完了以后啊，好棒！我稍微还是有一点感触的啊，就是学表演、从事演艺行业的这样的，就是演员挺不容易的，因为走到头部太难太多，太难了，更多都是在下面。对，所以我觉得我挺支持你的，就是不管是说大银幕还是小银幕，你去做你的表演，然后呢，你有你的收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当然有大银幕有好角色的时候，再努力去把它完成。所以我觉得你其实还是比较落地的，我也很支持你。我是有这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就是在这边唱歌的那个求职者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呢是明显不需要互动就表达型的，有一些呢我觉得就是需要互动，尤其是说像你这种还挺少的，就是我其实觉得他那个互动还挺好的，但是我就看到。我想知道大家就是真的是你们没有被打动吗？你也没互动啊，因为我一直在鼓掌，就可能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打。其实我想说的一件事就是直播的时候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你们是没有，我们很认真的，我们在给就可能是我感觉不到，但是我感受到这位老师。对，我一直在鼓掌，虽然我可能。因为这是个职场节目，所以我们习惯于这样。但是我必须客观的说，你是到现在最近上来的艺人里面，我觉得我最舒服。应杰，应杰，其实我刚才还在说，我说我其实挺有感受的。其实我们一直在上台上去评别人，但是在直播这个领域，在新的这个业态里边，我其实要向你学习。我刚才看了你的直播的演绎，我都傻了，我都不知道。哎呦，原来还可以这样，就挺好的。对，其实直播有很多玩的东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感受。其实你虽然是学表演的，但是呢，直播让你经历了生活的历练。对，让你感到非常放松，非常自然。对，其实因为做了直播以后，然后可能在拍戏的时候，我会放得更开。我觉得比原来要好。不过英杰，我想客观评价一下，我并不觉得你这场 show 很好。对，因为就即使以一个主播的标准来看的话，也不算好。因为你整场表演的话，没有一个亮点。因为你的律动呢，就一直就是跟着音乐这么哆嗦，然后呢，你没有再抓住机会去 solo 一下，也没有。我明白了。没有你唱的也没有在那个你背景上有背景音。然后呢，你唱的里面的话，有的合，有的不合。而且那个互动的环节呢，你没有调动起场上的气氛。我知道。如果说你能够 cover 一个气场的话，你只能把那台子中间 cover 了你根本没有辐射到我们这个。东北，我觉得你太严格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东北是专业的。不是，我跟你说，我带入了一下，因为我这儿正好看了杨蓉，杨蓉全场正襟危坐，我要对着他根本跳。你们是平时不刷直播的？
哎，你多看看你就知道了。我人家原来是花椒的高管，对，这个专业性意见还是要接受。所有的主播其实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陪伴着每个人的生活，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说这个这个现在网络上的直播的有些内容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原来传统的一些节目当中的一些东西又让你感觉离生活太远太远，所以现在甚至形成一种排斥性，只要在网络直播当中看到那种字正腔圆的，大家就会觉得反感，到希望有一点口音的等等，但这种审美将来会逐渐的循环，这个多了就要那个，那个多了就要这个，但是国家大力的扶持这种直播产业，就一定会希望它的行业水准会越来越高，将来主播肯定要考级，你信吗？跟主持人资格证一样。对，现在已经有了啊，现在好像已经有了。有了吗？你考了吗？有了，我还没有。你为什么不考呢？你也算老主播了。因为我最近转幕后。孙老师，我给你透露一下啊，现在国家正在编这个它的标准教材，接下来就会要考的。行，聊到这儿了，其实小伙子今天展露的特别多了，我们也特别清楚了啊，在我们第二轮选择之前再确定一下，非主播不选吗？可能我现在想要的职位和岗位的话，第一个是主播娱乐播或者是带货播，第二个可能是直播周边的一系列的东西，比如呢？比如他的幕后，包括去给主播去做助理，我都 OK。来，第二轮选择徐火流。谈钱不伤感情。来，5000、6000啊，这样的薪酬你要谈吗？谈钱不伤感情。其实薪酬我就不用谈了。但是哦，那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哦，只有一个问题吗？两人各问一个。我加的一样，加的一样。那杜老师，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吧。然后就是说，您那边只有带货直播，对不对？那工作时间，然后工作要求，然后还有关于账号的流量的问题，其实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都是专业的啊。我有三个直播基地，我认为你服装直播基地和那个翡翠直播基地你都可以去。那如果是服装号的话，我直接给你做号，直接做内容。翡翠直播基地我要单独给你号，给你那个白名单的号。你私人号我叫我有40个人的内容制作团队，我单独给他们打招呼，给你做号，因为你的形象，整个的表现力都不缺涨粉丝的这个基础。但是创意这一块，段子反转啊和剧情啊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拿出一些东西。直播时间是6个小时，如果你加班，你要讲我多播一会，那是另外。那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是我自己问题。对，你们大概其实我没有看，我没有看上你那个6000，这个，你的6000不是我要的。OK， 知道。对 ，OK， 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不太了解您那边是想让我。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做投资的，黑洞投资。那我今天给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孵化的项目叫哈奇智能。我们其实主要在智慧人机方面做一些产品。我们正好找这个主，就是直播的负责人。包括自己可以，你也可以自己当主播，同时你也可以带一些运营的思路，都可以由你来负责。明白了。地点在北京。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我考虑完了。来，见解传媒、黑洞资本，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杜老师的。去吧。我会把你作为优质主播和头部主播来打造。一定要做你打造。谢谢。好嘞，谢谢。给你一句建议啊。趁着自己还年轻，尽快的积累转幕后的实力。明白。据目前所了解，大部分的直播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做自己的产业链，回归幕后，要不然的话你播不到一辈子。明白。因为体力消耗太大。明白。谢谢你。OK， 谢谢涂磊老师。播三年自己创业。好，谢谢。我的收获呢，就是对于直播这个行业，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一个理解，可能不像我之前做的这种4-5年当中这么简单的去让观众们去开心，可能需要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到了杜老师那边，然后好好的学习，然后能自己再去多改变一下自己。